今天是3月24日，封城的第二天，应该是第三天，星期二，第二天，1:52起床了，哎，睡到现在起床了。先看看电视有什么新闻。就家里比较乱，东西太多了。储存的水、soda、电视。我看。It's certain companionship in uncertain times. Nancy Chen, CBS News, New York. 家里养的花，草，这是他们在工作，已经在家居家办公了。这是我们的苹果电脑，准备马上来剪视频。外面阳光明媚的。转嘅话，佢就退嘅，退嘅话叫做底。咁如果佢退，佢有几多钱可以攞到？这就是纽约人居家的生活，居家疫情一天，在家里面的生活。好，我准备炒菜。准备炒菜。怎么推到你这来了？怎么会推到你这来了？你转又要钱吧？转账提取要钱的。叫他转了，全转到公司，不要搞乱了。到时候他妈不认账，找你麻烦。转到公司最好，懂不懂？不是，你就应该直接。OK。消毒用品、口罩用品都在这里。各种口罩。口罩 N95。各种 N95。这种是 3M 的，这个 3M 的又是这个新闻啊！堆的货架满满的，全是吃的用的，全是的水果，比抗日战争要好一些。抗战八年没有吃，来来来，来韭菜肉丝，那个汤呢？真没有。大白菜烧什么？啊，要不然沙丁鱼吧。好，吃豆瓣鱼。好的。都是鱼好吃。那蔬菜烧一个什么？大白菜再来一个。五花肉，五花肉。来来来，好，大白菜，豆豉鲮鱼。吃了几天大白菜啊，不吃了。那青菜炒什么？这个那个青绿色的那个青菜，好，拿出来。喝水。你还有鸡汤是吧？哦，这排骨汤倒点，排骨汤倒点，来，是这个菜。好好。哎，这个倒掉。排骨汤倒点。好，我来。拿个另外袋子给我倒点。我来。啊，今天就是肉，我买的那个肥肉呢？我买的那块肥肉呢？肥肉？五花肉。五花肉。哎，我那天拿回来的五花肉呢？
干子啊，香干芹菜，哎，香干芹菜。啊，你吃青菜了，就不要再吃芹菜了。啊？吃别的菜，这多，这个多。那什么菜？啊，香菜。五花肉，鸡胗，五花肉。不是，我买了一块五花肉，那天拿回来的，你放哪了？哦，你放进来的吧？哦，对对，在这。哇，你还要切，还不如这个不用切了。我还烧个红烧肉啊。这个，哦，这个后面晚上下午烧红烧肉。那行，你拿一瓶那个吃吧。还有什么肉了？去找一下。吃点鸡胗的。哦，行啊。青椒。对，青椒鸡胗。先炸。这个什么？太多了。这个排骨后面煲汤。啊，好。还有鸡。啊，还有鸡，准备了。哇，你的存货很丰富啊。居家的鸡，土鸡肉，这个是切薄片五花肉两盒，两份排骨，这是那个什么椎骨是吧，带肉椎骨。鱼，这个是肝，鱼肝，这个是鸭鱼，无头鸭，小黄鱼，鸭鱼，还有这个是什么海参啊，还有一些要不然炒两条鱼去吃吧。哦，还有鱼，还有一些鱼，现在是不烧鱼，还有虾。哦，鱼虾五花肉，这两个先不弄。好，简单弄一两个。吃这个叫豆豉鲮鱼，香干五香干，今天先不烧，晚上再烧。黄桃，还有黄桃，还有牛奶啊，果汁啊，杏仁奶啊，这各种各样的都准备好了。还有这里有很多这个吃的用的，葱姜大蒜，先吃鲮鱼虾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午餐肉，青菜，青菜就炒一炒啊，蒜泥青菜 ，OK， 来了，张一吹，吹起来。好，对呀，啊。张一吹大厨领衔主吹，把牛吹起来，要吹向世界，现在已经吹向世界，吹向月球。这个 River Nine 日本的这个锅很好呀，油多了一点啊，不管了，油多好吃。机票也订起来，在家里面办公啊，旅行社照样在家办公啊。来，东谷酱油，东谷一品，中华老字号，就是在中国的获过大奖的酱油，恒顺香醋，新疆的，什么都有，纽约的什么都有啊。盐，就是好一些的盐。好，都有了。辣椒酱，老干妈，什么都有。辣椒酱，海天黄豆酱，纽约什么都能买到，这点是好的地方。蒜蓉辣椒，好了，
关灯。把门开开来了，窗户开开了。嗯。啊，门不开啊。卫生间那个通风的也开起来了，窗户开大一点，那窗户开大一点，油烟机开了那是。就是大吹，一吹啊，吹牛的吹，不是那个大吹。等一下、嗯、来了，放酱油，放酱油来。你们装上了，把油倒出来。直接倒。啊？直接倒。马上放那个炒了。糖。我这个糖不太甜。家常菜，家常菜。大吹，吹牛的吹啊！回锅肉。烧这个不是蒜苗，这韭菜苔，香辣回锅肉上菜，看相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吃应该，嗯，继续吃，吃几顿，吃隔离完了，大家成小肥猪。好哇，好香啊！这个是香味俱全，蒜泥，蒜泥小青菜。哇！等会儿去公园走一走。哎呀。几道菜啊，豆豉鲮鱼，我前面烧的小黄鱼虾，蒜泥青菜，五花肉，蒜苗，这是回锅肉，蒜韭菜花，嘿，这是几道菜，已经超标了，不三菜一汤啊，哈哈，OK OK， 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家喝了一些姜
姜糖红茶是吧？嗯，姜葱。姜葱。香菜红，红茶。姜葱香菜红茶。嗯。啊，这是广东的吗？那个。姜葱。预防感冒。香菜红茶，广东的啊。嗯。这是另外一种，啊，在家喝一点，看看电视。啊，阳光很好啊，等会出去走走。OK。太美了，落日余晖，待在家里一天了。啊，今天是三月二十四号，6:43，我们要出去公园看一看夕阳落日。真的不容易啊，各位朋友们。
柳暗花明到了公园到了，哎，怎么给进了？公园没有关闭吧？是。没有关闭。这人很少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啊，好漂亮。按照市府的规定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保持 6 feet， 六 feet， 也就是大概约 1.8 米就可以了，人不能聚集，可以到户外，但是要保持 1.8 米，六 feet 大约是这样。我们也跑一跑，看看 GoPro 这个 HiSmo 这个防震性能怎么样。上面坐了，停了一个警车，是不允许人聚集。对，上面停了个警车。哇，好漂亮！哦，警察在这里，不让大家聚集，不让大家聚会。GoPro 很漂亮，湖水。哎，前几天我来拍过他的那个天鹅和鸳鸯。今天天冷了，都躲起来了。啊，警车会驱散这个聚集的人群。对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跑一跑步。很多美国人还是不戴口罩啊。哇，鸟都在唱歌了，鸟漂亮。
半路嘛，看看半路。哇，骑车子运动很漂亮。哇，有太阳人。哇，这里漂亮啊，湖水还是那么漂亮，但是现在病毒太厉害了。转一圈回家，哦，柳树都，这是美国的柳树啊，都已经绿了，绿绿的，很漂亮。这里有鸳鸯，这里有鸳鸯，它躲在这里了。它躲在这里，鸳鸯都躲在这里了。鸳鸯怕不怕这新冠病毒？不知道会不会得，小狗会得，鸳鸯会不会，天鹅会不会？带着咳嗽跑步，另外一种感觉。大家都在遛狗，很漂亮。转一圈，湖面还是那么平静啊，但是，唉，病毒不平静啊。今天天气也挺好的，现在是晚上7点，现在纽约市是11度，是零摄氏11度，今天是24号，7点11分，天还没有黑。3月24号星期二，19点11分。都在遛狗，哇，漂亮。天上还有飞机啊，飞机在飞，那是 JFK 机场的飞机，也可能是拉瓜迪亚机场的飞机上天了，这是回中国啊，回欧洲的。哎，很多飞机断航了，哎，希望早点好。转一圈出出汗，锻炼一下，回家了。哇，这芦苇好漂亮啊！啊，这卡西纳，纽约卡西纳公园好漂亮的湖水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湖水，
他家遛狗散步。只要不人聚集的话，人不要聚集的话，警察是不会干涉的。好，好嘞，回家了。这是公园里的儿童乐园，也没有人了。回家，回家。这个欧洲式的这个路灯，哎，现在亮着。来拍一下这棵树。这是公园的管理处和卫生间，这个就不去了。啊，花都开了，这个花也开了，也开了。这是公园的管理处，花也开了，漂亮。照个花，咱们就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踩一点草地。啊，很漂亮！啊，都开了，都开了。旁边是一排一排的小房子，这里是比较好的区。这些房子都是在150万到200万的。对，左右这里是比较好的区 ，Fresh Meadow。这是法拉盛的这个一个长老会医院，它现在被栅栏隔在外面，很多大巴士停在这里，可能是运隔离来的人吧。医院也紧张起来了。法拉盛的长老会医院，哦，门口停了一些车，但是这路上现在一切都还正常，就是车少，暂时还没有什么暴乱啊、什么抢劫啊之类的，网上的传言，对，暂时是没有。现在这个巴士都是还在开，是免费的。现在所有的纽约市的巴士，这个地铁是不免费。Thank you.
是现在也已经关门了。邮局现在是开门的，现在对，但这个点在关门。邮局现在是开门。完、啊、了，到家了。